画面上是位在市区二性循环站前面的绿色斑马线，仔细看，中间多出了三条白线，让民众都很好奇。市政府交通处说，这是全市第一条导盲行穿线，三条白线经过特殊的设计，来帮助视障朋友辨认行走动线，安全的通过马路。那其实是市府最近有听到一些视障朋友的反应以及心声啊。那我们就挑选在我们二线循环站，也就是说我们仁和路，就是说这个行穿距离比较长的一个行穿线上先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贴心示范了好，那这三条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平行实线大概范围大概是介于25公分左右哦，每条的白色实线大概是5公分，那间距大概是间隔5公分哦，它的那个厚度大概是介于0.4到0.6公分那方便我们是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来做一个辨识。那我们一般我们在我们的一个人行道上面有所谓设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导盲砖哦，那我们导引行穿线一定是对准那个两边路侧的一个导盲砖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规划跟画设，那可以很让我们是那个视障的一民众可以清楚的一个做一个导引跟辨识对啊，他们需要人家协助或者是需要拿一个辅助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措施是很不错，对，没错，对啊，基隆应该要多一点这样改善，因为基隆的那个阶梯跟那个路面常常不是很平稳啊，有时候连推婴儿车也不是很方便，对，对，哎呀，对，还有那个轮椅，对，都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友善一点。那我觉得友善一点，可能对用路人可能会比较好。那当然，相对关心弱势，可能也是对我们整体的提升，市容的提升也是很不错的，对啊。应该也是有多多少少了，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的。你等车发现的？没有，我走过来，我这是这应该是做给那个导盲的。这真的讲，你现在过去应该靠右边嘛，从那边过来是靠右边的，这样就不会乱掉。盲人朋友就走中间，就走中间的。对，视障的那些朋友就走中间嘛。那未来我相信，在我们基隆市各个路口，就是说我们视障朋友有需求的一些路口的那个路段，我们都会来着手进行做一个规划跟考量。市政府交通处说，会在挑选适合的路口来增设导盲行穿线，加强照顾视障朋友行的安全，也让基隆推动的行人友善政策更加完善。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